霸气巨星闻者心惊，新鞋刮脚，新助手头痛。如果唔系赶住飞去台北啊，我通通换晒佢。太后发火，有人话未惊过。呢支梅花蜜系咪你摆喺我个房门口啊？我老婆系你嘅忠实歌迷，我代佢表达心意啫。台上绽放光芒，台下原来系孤独女王。我个细女啊，足足唔见咗两年啊！点解你系都要做 drama queen？ 连个女嘅婚礼你都唔放过？华丽转身，27号晚8:30。